退潮的时候还阻力比较大嘛，他没力气，他是出不来，我就在那里喊救命。我看到里面有个黑点，断定那就是小孩，骑着马就往海里面冲。靠近这个孩子，看见孩子脸色苍白，脚也抽筋嘛。我说你停个慢点，不能停。他现在这个前脚也还发现这两匹马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啊。人们正在海边嬉戏打闹，十分欢乐。然而，一场危险即将来临。那一天，我们应该是5点多去的海边嘛。刚开始一直是在沙滩上玩的，差不多快6点的时候，我说我们差不多6点半要回去了，因为6点半以后那个海水会比较冷。他们说可以。来自河南的谢女士一直在福建晋江务工。2020年7月。他十几岁的侄子从河南前来福建游玩，7月26号，谢女士带着自己的孩子和侄子来到海边玩耍。就想着我就没多大会儿嘛，我说他们一回来吃了东西，我们就可以走了。由于一家人都不识水性，谢女士特意给孩子们准备了游泳圈，并嘱咐他们注意安全。看到孩子们在海边嬉戏打闹，玩得十分开心。谢女士便去不远处的小店购买了一些食物，等她返回的时候，发现侄子套着游泳圈向远处游去。我感觉他有点远了嘛，我就给他摆手，我就说让他出来。给他摆手的时候，第二次我就摆手，他没反应，他没反应，就是我感觉有看见有一点距离吧。原本计划在傍晚18点30分左右回家。看到侄子离海边越来越远，谢女士十分着急，开始大声呼喊，但她发现侄子根本无法靠近岸边。应该是退潮的时候那个海阻力比较大嘛，那海往后面退，他小孩子出来的时候他没力气，毕竟是小孩子嘛，他没力气，他是出不来。他跟我说他出不来，他一跟我说出不来，我就怕了嘛，我又心慌，我就在那里喊救命。看到这种情景，谢女士立刻慌了神，一边呼救一边招呼孩子。这时天色渐晚，海浪也越来越大。这里就是垭口海滩，现在是18点30分左右。孩子下海的时候是带着游泳圈的，可是他并不会游泳，正好赶上退潮的时间，所以他也是越飘越远。那天色也渐渐地晚下来了，孩子的姑姑也不会游泳，那他只能站在沙滩上呼救。这时在沙滩上骑马的一群人听到了他的呼救声。施国庆是周边马场的老板，当天他和马场教练蔡良兴、朋友施红艳等人一起在海边练习骑马。我们经常出去玩野骑啊，很多人现在叫几个朋友都出去野骑玩。施国庆一行人刚到海边骑了没多久，施红艳突然听到了呼救声。海边就有一个中年妇女来向我求救，说她说小孩已经飘到海里面去了。我看到里面有个黑点，那就小孩在海里边，那我断定那就是小孩，那我就骑着马就往海里面冲。孩子已经随着海浪飘到远处，施红艳看到这种情况，立刻呼唤蔡良兴一同救人，两人随即骑着马下海施救。那他那匹马就跑得快，在海水里面就跑得快，所以说蔡良兴他就冲在前面。蔡良兴他的马已经跑到水已经盖个马背了，他就发现那个水很深。那冲到海里面的已经是马已经没有着地的这种现状，然后又骑马掉头。蔡良兴和施红艳骑着马直冲海中，海水越来越深，逐渐淹过马背。他们两人都不会游泳，如果再往深处走，人和马都会有危险。于是他们不得不先回到岸边，拿上其他游客提供的游泳圈后，再次骑马下海。因为我本身我不会游泳啊。蔡良兴这里游泳圈又骑着马又往海里面跑，那么我就跟着他往里面跑，但是呢我没有游泳圈。由于事发突然，
马场老板施国庆一开始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看到蔡良新和施红艳骑马奔向海中。简单了解情况后，他也立刻加入到救援中。我看他下去，哎，他们两个怎么跑到海里去啊？他说救救小孩。我就那个下马，那个脱一个衣服裤子穿的，就去立即跑进去。后来那个马跑过来找我，我就趴在马上骑那个跑进去了。蔡良新最先接近孩子，此时他感觉到马已经很疲惫了，他套上救生圈跳下马游向孩子。下来了，然后慢慢的游过去跟孩子靠近。那第一时间靠近这个孩子的情况，就他说哥哥救我嘛。然后我当时看见孩子的等于说是脸色苍白，脚也抽筋嘛。天色渐晚，风浪也越来越大，蔡良新本就不会游泳，加上体力透支，已经没有能力把孩子带回岸边，但他始终紧紧抓住孩子，防止他飘向更远处，为后续的救援争取了时间。不久，施国庆和施红艳也骑马赶到。我问他那个你会不会游泳，问那个施红艳，他说他不会游泳。我说你不会游泳不会下来，太危险了。那么冲到了小孩那边呢，施国庆他就下马，因为他会游泳。由于施红艳也不会游泳，施国庆便和他商量，由施国庆负责下马救人，施红艳则牵着马返回到离岸边更近的地方接应他们。我到海里就去看，跟那个小孩说，你不用怕不怕，我会跟你救起来，你不用怕，抓紧一点，不然掉下去就没办法救了。我蔡祥新到了时候，我说你跟他抓住。此刻救人的重担落在了施国庆的身上。那当时施国庆他是会游泳嘛，那会游泳的情况下肯定是得他把我们两个人一起拖回来岸上，靠他一个人的力气吧。蔡良新紧抓着孩子，施国庆推着他们往岸边游去。在这个过程中，施国庆也临时教了蔡良新几个简单实用的划水动作。那当时施国庆当场教了一些就初步的，就是什么用手划啊，用脚蹬啊。返回途中，三个人也历经了危险和艰辛。因为有风往岸上面吹，然后水又往海里面拉，那个浪还是有点大一点点。好施救吗？不好施救，有可能十多分钟游起来就推下去，游起来推下去，推啥啊？游不进。我跟蔡阳先说，他说要停一下，我说你停就三个人都埋命，不能停。大家都已筋疲力尽，如果这时停下来，三个人都将面临巨大的危险。在岸边准备接应的施红艳见状，立刻骑马赶过去。我看他们好久没有上来，可能他们那个开始的时候游不上来，那我就把马鞍踩了，牵着马又往海里面冲进去。我们看我们已经游不动了这种情况嘛，然后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马，已经不到这个不是很深了。然后我就把游泳圈递给那个施国庆，然后我就就等于说站在那个已经站到沙地了。见施红艳骑马赶到，大家立刻松了一口气，他们抓住马的尾巴被拉上了岸。回来的时候是抓住马的尾巴。大家脱离危险后依然心有余悸。我们当时去救了这个附近哦，也有一条那个暗沟啊，然后在海里面的，然后退潮的时候他会把你尸首直接拉下去嘛，这个是听当地的他们当地老百姓说的，不然我们也不知道嘛。听完是挺后怕的吗？听完了怕是有点，就是有点没有想到那种怕了，只是说自然下去了，就没有想到那种怕不怕。孩子被救上岸的时候天色已经非常黑了，大家都各自离去。
蔡良信一行人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谁也没想到他们骑马救人的事情在网络上迅速被传开。前不久，福建晋江一名12岁男孩被海浪卷走。近日，福建晋江一名12岁小男孩在下海游泳时被海浪卷走，危急时刻，三名男子直接骑着马。石国庆等人骑马救人的故事迅速在网络上传开，他们也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同时，参与救人的三匹马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对象。这一期在海里面救人，就马呢起的作用太大了。第一，因为我们借助马的速度，很快就能靠近小孩。因为如果我们靠自己游泳游过去，有可能游到小孩旁边，这个精力已经用耗尽了。哎，那借助马的速度又快，又不会影响我们的那种能量嘛。另外呢，也借助马的高度。马它的高度有，因为我们骑在马上，应该包括马的本身的高度，它脖子一抬上来，可以抬到2米多高。为了感谢他们，谢女士一家人特意为他们送来锦旗。施国庆、蔡良兴、施红艳三人的义举，也被福建省晋江市公安局见义勇为工作办公室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并为他们颁发了确认证书。回到马场后的几天，蔡良兴和施国庆骑的马先后出现咳嗽、流鼻涕、浑身肿胀等病症。这个马那个后背都硬硬的，我是跟那个蔡良兴他说这个马可能有点问题，就是从这个后腿两脚下来到脚腿就是这样突然的肿起来啊，他现在这个前脚也是膨胀起来了。才发现这两匹马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啊，施国庆他就说马上要给他隔离掉，怕传染的这种病重嘛。前脚前身就是像这样疙瘩长出来啊，里面全部都是脓水啊。没过几天，施红艳骑的马也出现了病症，比较严重的咳嗽，有运动就会咳嗽。为了让马得到更好的救治，蔡良兴通过媒体向社会求助。中国马会的白主任跟我联系了，那当时我们就组建了一个群嘛，那当时他就说把现场的所有的照片发过来我看一下，我们几个专家确认一下啊。之后的话专家们是觉得就是说要当天晚上过来嘛。不幸的是，其中两匹马还没有等到专家的救治就离世了。然后当时是马匹从8点多钟就一直发烧不退啊，你不管你用什么针打下去退烧，它马都还是退不了烧。专家诊断，两匹马疑似在救人的过程中肺部呛水，造成了肺部感染，最终不治身亡。爱马离世，施国庆和蔡良兴十分悲痛。那天那个马有点感觉我更奇怪，一直跑下去，经常马有时不敢下海，如果深一点他都不上下去，那天不知道怎么那个马一直跑下去。得知两匹马离世，孩子的家人也十分伤心。那我们就跟那个施先生说，毕竟是救了，因为救我们嘛，就觉得那个我们要提出说能不能给你，就是给他们赔偿。然后施总说不用我们赔。我说宝哈，就是你的命哈，真的是这三位恩人还有马儿一起救回来的，我们一辈子都要感恩他们，都要记得这样的恩情。尤其是那个马儿又因为救我儿子，然后搭上自己的性命，我真的从内心里感觉真的很不好受。对于幸存的第三匹马，大家全力救治。专门给大动物采血。另一边，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养马人巴哈穆拉提铁列吴哈兹看到了这个新闻，十分难过。他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到了施国庆等人，希望为他们捐赠一匹马。那么我也是爱马之人，
感同身受。我觉得在这个他们失去爱马的这个难受和这种困境的时候，我应该伸出援助之手。因为我也是喜欢马的人，能够体会得到失去爱马的这种心情，所以就当即决定给他们捐赠一匹伊犁马。在此次救援中，马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当地见义勇为协会特意为两匹马颁发了"勇为功勋马"的荣誉证书。海水的话，就把马脖子的话都淹了哈。就因为刚才说的两匹马呢，呛了海水就离世哈。那么这个事迹的话呢，这个对于广大的群众啊，这个应该说的话非常的感动了哈。我们也认为这两匹马呢，应该授予荣誉称号。福建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和福建省泉州市见义勇为协会也联合购买了一匹小马驹，捐赠给施国庆等人。我们今天虽然是一个捐赠马的意思，实际上宣扬的是见义勇为的精神，见义勇为的英雄事迹，是吧？像乘马下海救人，这全国都是少见的。马也是有生命的，是吧？基于对马的尊重，对人见义勇为英雄的尊重，所以我们搞了这个捐赠仪式。一场捐马仪式温馨而感动，这两匹捐赠的马也特意取名为勇勇为为，以此来纪念两匹离世的功勋马。我们新疆的兄弟得到这个消息以后，这个体现出了大爱精神。首先是我们见义勇为的英雄，是吧？义无反顾地去救人，是吧？这是中华民族的五千年多的这个传统美德。那我们大爱这个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啊，所以我觉得这种精神啊，我们必须要大力弘扬。